电脑、手机等电子科技产品作为信息时代的必需品，已深入世人的生活。无论何时何地，总能看到人们不断地敲打着手机、电脑键盘。在此时代环境下，手部关节的使用可以说是十分频繁的。但对于手部关节的相关疾病，就如手的骨性关节炎，又有多少人深入了解过手的骨性关节炎有哪些症状？关节疼痛，其发作特点为容易发作，持续钝痛，多发于晨间及活动后，手指关节僵硬、弯曲费劲，关节处有粘连感，病情严重者会出现关节红肿、肌肉萎缩及关节畸形。关节镜手术，利用关节镜对关节腔内进行灌洗、清理，并取出因脱落到关节腔内的软骨碎片所形成的游离体，以高效地改善患者活动能力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